有，你们怎么知道？经常互动吗？그래도중국에서생활을좀하다보니까조금씩들어가고있어요생활용어들이나혹은이제현장에서이제얘기하는것들은되게많이들었던것같아요因为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生活方面那些简单的用语啊什么的都有长进，挺好的。中文都有长进，对不对？那我爸，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有没有中文有了一些长进哈？那有没有说的特别好的中文，跟我们现场来说一说？火锅，肥牛。什么？肥牛。肥牛。嘎嘎好。肥牛，贼厉害。贼牛，贼牛，棒棒棒棒棒棒的，棒棒的，欧巴棒棒的。对，我喜欢收工。收工。拜拜。最喜欢吃什么？火锅。火锅。对呀。我喜欢火锅。火锅。火锅都喜欢，还有羊肉串都喜欢，没有。火锅也喜欢，还有羊肉串也喜欢。羊肉串儿，중국의중국 cake 되게맛있는것같아요빵도맛있는것같아요然后中国的面包啊、蛋糕之类的也挺好吃的。那我想问一下中国的粉丝怎么样？好。